我想先请问一下，这个礼拜大家觉得最惊骇的事情，应该是金正恩也出事情了。这虽然是一个政治新闻，但是相信这个整个这样子，对于这北韩的政治势力，这也会牵动到经济的发展了，又多了一个新的变数。今年到底怎么了？不嘛，没有叫你铁口直断，你要分析一下这个会造成什么影响？因为今年是庚子年嘛，庚子年通常都出大事，而且大事不断哈，所以大家这每逢庚子啊，必须要小心了哈。那当然，金正恩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亚洲股市哈？从今天的亚股盘面来看，似乎情况还好，但是呢，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了，对，也没有人知道北韩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大家要知道，北韩是拥有核武的这个国家哈，那。北京现在目前要怎么掌控这个局面哈，以及呢，北韩内部会不会产生一些军事上面的动乱哈，甚至南韩会不会有一些动作哈，这些都是我们后面会关注哈，会涉及到整个亚洲股市行情的一个很重大的变数，而且这种重大变数都有可能会是突如其来的。好，换言之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去预料这些所谓的非经济因素，好，它到底会怎么样冲击到金融市场或冲击到股票市场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这个消息面呢，我们暂时先以中性来看待。对，好，因为你说它要冲击很大，它会很大，但是如果它没事，它又会没事。对，所以你现在过度去紧张，好，因此而。这个放弃掉这个上升坡的行情其实是蛮可惜的，因为毕竟现在目前可以看到，从技术面看起来它是一个上升坡的行情，尤其是今天又爆量，好，而且呢有可能会突破这个收敛三角形整理的一个形态，等一下我会有这个图给大家看哈，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因为这个消息去放弃掉短线上面哈或中线上面的一个上升坡行情，我觉得蛮可惜的啊，所以我个人是用比较中性跟平常心来看待这个消息，不会去过度紧张，先去预测说一定后面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去冲击到股票市场，因为这种事情很难你现在就能去定言的。好，所以就是继续观察下去，因为现在是谣言满天飞哦。不过这段时间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受到很大的训练哈，这个大新闻没底给啊，因为基本上这段时间没有看到什么小新闻，消息都超大的哈。那这个因为这个北韩当然不是一个正常接班的国家哈，这个如果发生什么事情，也可能发生一些政变哦。这个后续的影响其实不止政治面，经济面也是会影响很大，我们持续大家来关心哈。不过刚才这个木华讲到的关键字叫做上升坡。对。那我们刚刚看到巴龙周刊也说美股会涨15%，好像感觉气氛又改变了，跟我们现在台湾最近零确诊事情已经结束了吗？我们现场帮我们都按铃一下好不好？台股是不是要变盘？我就说变好了，你认同会变好了，举按圈好不好 ？Yes or no？ 2-1，哼。木华，等一下我先问你，你改变了耶？我没有改变，因为我本身就比较之前也是蛮戒慎恐惧谨慎的。对，我基本上我操作股票是就事论事，而且是依照它现在目前的走势去做了。对，也就是说我们先不要去预设立场，因为当然整个情势经济的状况确实是很坏。你看到上个礼拜美国公布出来的耐久材订单，好，包括这个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等等，都告诉你现在目前全世界经济是有大问题，好，包括美国经济是很糟糕糟透的一个状况，但是呢，股票市场有没有跌？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它全周只是小拉回而已。如果你看四月它是大涨，好，所以股票市场它没有反映这种所谓很糟的这个市场的讯息，它就是一个事实啊。所以你必须要去正视这样的事实，包括台股今天涨200多点，像疯了一样这样拉了这个200多点，而且今天是带量哦，将近1800亿的量哦，今天收盘非常有可能在1800亿之上。是没上车，赶快上车是这样吗？因为应该这样讲吧，上个礼拜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周量是缩得很厉害啊，它这个上个礼拜全周的加权指啊，也就集中交易场的周量就7500多亿嘛，那在前一周是将近9000亿嘛，哦，所以说它周量缩的幅度有10%，那再加上现在我给大家看。因为我的手板图有点问题，我说我用手机秀给大家看哈，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台股的 K 线图，它是一个大收敛三角形整理的末端，那收敛三角形末端整理它一定会有两个形态，一定就是它的单日的这个波幅会变小，第二个呢，它成交量会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波幅变小跟成交量缩，它告诉你后面就是要变盘，那收敛三角形在技术分析上告诉我们，它往上突破跟往下跌破，它几率各半。哦，它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去判定它到底会往上突破，往下跌破，所以可能假突破往下，也有可能就真突破往上。当然，对，它也有可能假突破往上。做股票太难了。对，
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，我们只能就是去看市。那今天有一个很对多头比较有利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被动元件像国巨攻到涨停板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好，那华兴科也被拉上来，对，因为就是这个通过了合并了嘛，美国那边通过国巨跟那个基美的合并，不是本来就知道了？对，但是已经既成事情，但还没有通，就是正式的审批没有下来，他现在已经确定在上周末这个消息出来。好，那国巨今天呢开小高，然后走高。好，它的走势很漂亮，而且现在目前是锁涨停的状况。那整个被动元件的族群带动大盘，其实今天大涨了200多点，而且不是由台积电独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台积电现在目前只有涨4块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今天的涨势很平均，在各类股很多股票都有表现，所以这种涨势是第一个对大盘有利的，不是只有台积电单个独角戏。第二个呢，就今天有放量，因为今天的量比上个礼拜的那个单日量大很多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今天放量而且大涨，它有一点突破周线三角形末端整理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假突，上去的几率高还是下去？现在目前看来当然是上去的几率高。对，因为我们先不去预设，就像刚庆怡所讲的，它是一个假突破再拉回。我们先以它是真突破来看。那如果它是一个真突破的话，它有可能去挑战本波的前高，就是在10700点附近。那突破了10700点，那继续往上，那当然就是先看11000点那个位置。好，因为跳空缺口也补了嘛。我们讲说那个3000亿的那个大量的当天的跳空缺口也补。那现在目前往上走高的几率当然是比往下走低的几率高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纯粹就现在目前的技术分析，技术角度来看，我个人是倾向这样的方向。好，但是中线长线那就另外一回事哦。我先讲一下短线上面是这样的，目前看到的讯号是这样哈。其实国巨我们被动元件讲过，因为被动元件其实是垄断全球市场哈，所以才有这样的表现。好，现在很多下面就留言就说，大家说啊，是不是泡沫？明不是全世界的大萧条吗？台股为什么还可以上去啊？再问一下，名字叫阿升，就是注定要升上去。你刚才是举 yes 嘛？对，对，觉得是要上升波了。我自己是比较对大盘后市，我是比较没有在看技术线型的，我主要是盯疫情啊，因为我盯疫情。对对对，因为你看像上礼拜那个说瑞德西韦有效，光是一个小实验说有效，就美股就喷，然后又一个消息说没效又跌，所以其实整个市场是很盯着这个特效药在走。对，所以接下来我自己觉得3月的大跌是在反映，就是第二季美国经济烂掉了。对，这个已经提前反应了。对，那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像这标题讲，会不会拉回第二只脚？主要是看第三季。对，所以第三季如果美国经济还是没有控制的好的话，它回来拉回就几率很高。所以要盯的是盯疫情。那我现在是比较担心的，就是川普好像有点急着想要复工。对对，因为这要不要控制住疫情，主要是看那个就是有没有。确实做好隔离，然后你一定要把病毒整个闷死，用一个月经济直接暂停，直接闷死，已经大家已经这么做了，我们已经付出经济的代价。现在美国还在正严重哦，那个上前几天的那个确诊还在创新高，但是川普已经就是蠢蠢欲动，想要复工了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紧盯着，还有就是接下来的疫苗跟特效药要去盯这些东西。OK 好，所以如果三月没有恶化，你觉得可能继续往上走的几率也很高。对，好，刚唯一觉得现在是猎人燕婷，你看到什么讯号？你觉得还是悲观？其实短线上面的操作跟长线的操作，刚刚跟木华哥的看法是一样的哦。短线上面其实它还是在走，沿着这个月线往上走，所以本身来讲呢，在操作上面跟看法上面，你是必须要把它切开的。那 OK 好，那所以呢，其实。短线的部分呢，还是持续的这个偏多操作，但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并不会是用资金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并不会想用这个地方去重压，认为它会回到前高，认为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回升波，现在还是只能以反弹来做试之哦，所以。整体来讲就是短线的这个小部位的去参与这样的行情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但是说大部位的在这个地方去重压，我是没有看到任何讯号。没有看到任何讯号，但你觉得悲观的话会继续再打第二只脚吗？我认为这个以月线来讲的话，三月份的那根月线的低点呢，那个长下影线的部分呢，未来一定会被回补。好，一定会被回补。一定会回补。对，一定会被回补。对，那只是说时间是什么时候回补，那就要看整体的这个盘势。但是以技术面来讲，那个低点越长的下影线，
那个低点一定会被回补，或者是越长的上影线它的高点一定会被回补。好，我们提供这市场不同的言论，大家可以自己来判断哈。